Get it! Chase! Hey, 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！哎，啊，真欢喜看到咱这个大家唔惊死的吼，食好打药来吼。较早我1986年吼，民进党拄成立无偌久，我就加入吧。啊，我对民进党寄望也足大啊。啊，因为寄望是伤大吼，啊，失望也愈大就对了。自从徐明德甲柯信良背骨了，我阵对政治阵冷了。我啊无偌久才发现讲，我阁有一个目标明确，建国党成立。哦，我赶跳个建国党，开10万块加入永久党员啦。哇，无两党，建国党迄个民进党甲渗透，吼、哦、啊甲算伊改选嘛吼。你袂甲要求讲啊，我要改选，渗透1000名入去啊，吼、哦，伊就讲啊，我后壁有1000名要加入恁建国党，建国党欢喜甲一个人顶收1200块，会百二万嘞吼、哦。我唔知影我收了就是中毒啊，无偌久伊甲你要求讲要改选，啊啰要开大会要改选就对啊，啊甲顶管遐干部拢换掉，哇，啊足无采讲咱。建国党内底拢是一挂博士，啊，拢一挂建筑师、医师、律师、工程师，拢种师资辈嘛，法师，哦，啊，所以变成讲，这个人本来是足优秀的，上台湾上好的精英拢集伫遐，我对伊寄望足大，无想到讲民进党为着伊个人、伊个党的利益，伊种，我、哦啊、这水准遮悬，啊，阮这拢全。穿衬托啊，无边两个较济咧，支持者拢是即款的，所以甲渗透了了吼，变盘。建国党阵一直消防，尾啊阵，你即马敢有听到建国党咧活动？无啊嘛吼。啊了，我着阵啊，我来做田，我来种水果，种树啊栽，我咧做园艺。啊，所以足平静的生活，无疑哦。你看了，你看报纸，我甲阮爸爸提药啊，伊个高血压吼，我每个月拢爱病提个药啊吼。啊，你看报纸也是，有一篇小广告讲，咱秘书长伫对啦咧演讲。啊，看内容都敢那日军的，无讲我来看卖者。哇，伫高雄市迄个武庙，7月底番。那么一个听到。哦，迄阵有一个美国机啊，吼，细细机啊，拢入去就崩啊啦！啊，我就听迄个论述，有够合我味，因为我作个疑问，伫民进党、伫建国党无得到的答案，伫咱秘书长遐得到答案，所以我迄天听演讲，我是对人咧机啊会教，本来我的心拢冷呀，吼、哦，迄天安尼阵规拢发烧起来，差不多39度。到今麦还搁咧发烧，还袂退假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我足欢喜，讲个一方面欢喜啦，一方面煞感觉讲，咱这网上有责任嘞，咱这代无把这代志处理好吼，咱后一代吼，因要安怎生存落去吼？啊，所以我着准对秘书长对作案嘞，吼、哦！伊个每一篇文章我上网都拢甲登录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希望讲。虽然咱这三天真密集伫遮，我咧研讨哈，但是咱转去，我建议两本册一定爱买爱看，哈、哦，一个是《新台湾论》，另外一本较浅哈，迄、哦那个叫做《台美关系关键报告》，因为咱台湾的前途绝对跟美国有真密切的关系，啊，你若跟美国的关系你都搞不清楚，啊，像我咱即马台湾人常咧讲。啊！是安怎美国对咱遮歹？啊！害美国不会安怎？害美国还打出来？我昨咱有一个同情我小组讨论，我有听了，讲了真好。伊讲咱家己爱先做好，爱先自助。哦，你家己咧帮安尼买西买瓦，帮买红拖，美国无可能来跟你斗三工。吼、哦，咱得爱家己讲，先把家己的地位认清楚。咱跟美国以前咱是敌对的国家，
咱凭啥物要要求甲咱这尔啊这个国家爱咱甲咱做啥？咱无迄个资格呢？咱干那会当听伊的命令？因为咱即马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占领，军事占领伊是拥有最高的高权。好，比如讲琉球这个咧，美军入去，我有替因设琉球民政府。那么琉球因家己日本人设的这个民政府嘛有三权，好立法、司法、行政拢有。但是因所立法出来的法律，爱上我美国军政府审核过。美国军政府若讲 OK， 你来实施。实施若发现讲有问题，伊家己借机讲这条袂使用，就袂使用咧，哈。所以伊拥有占领者、占领军武最高的一个权利，哈。啊，这点咱爱先家己认识清楚。咱是台湾民政府，咱的顶头上司是美国军政府，咱来听美国军政府的指导，伊叫咱做啥，咱做啥都唔免计较，哈。OK， 啊，我介绍我家己，我本身是平埔族，哦，啊，我希望，哦，当咱大家咱国母子咧教吼，看讲这个手背才有一条顺，应该有一半以上拢有啦吼。那么，这条顺是咱的记号，是咱拢南岛语系的大部分咯。哦，虽然讲你拗开无，但是起码你内底有85%的人内底血 DNA 内底有85%是咱原住民南岛语系的这个基因伫内底，哦，这是那个边迄个林玛丽这个医师哈，伊研究的结果哈。另外，咱的脚尾、枕头啊、脑鼻唇的遐拢是哈，迄就是讲咱拢是平埔族，有原住民的基因。那么，我欢迎大家爱认自己的祖宗，哦，认祖归宗，莫阁想要做中国人。中国拢来遮甲咱塑形，譬如讲西潘，我这嘛是塑形，就是比清朝的官员来视察，啊问典官，啊因遮人是姓啥？伊讲无，因遮拢无姓呢。啊，伫清朝官员有读过册，阮的祖先爱清气，拢住伫水溪边，所以我祖先住伫水边的番，哦，我姓潘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做番呐、啊，因为咱原住民拢讲番嘛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山顶拢讲叫做阿伯色的青番。啊，平地较早接触到迄个汉人，啊，所以语言会通啊，就较熟。啊，中国啊，就叫做熟番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。有真多人，家己唔知讲家己是平埔族，爱笑人讲，哎平埔啊，迄尾会砍起了无？哎平埔啊，哦，啊咱家己，你先认识，你是唔是平埔啊？吼、哦，啊总讲你若唔是，你嘛唔好用砍尾音吼、哦，哦，客人啊，嘛尽量卖安尼吼，咱客家那是真大族群吼。那么，咱台湾人真侪，即67年来，国民党灌伫咱头壳内底，作者中国的本色，啊。那么，咱无可能讲咱民众拄啊成立即两三冬，啊，就有法度甲全台湾人迄67年，你甲想讲，若67年的本色，迄乐色山有就偌大堆呢？啊，讲要叫咱民政府三年就甲清完，困难咯。啊，这都要咱大家做来清哈、哦。好啊，我来进入这个主题，我要讲的这哈、哦。啊，还有一个，有一挂言辞咱爱注意，莫讲台湾省，因为咱啊台湾省啊，咱就变因中国的35省其中的一省去啊，哈、哦。啊，莫讲省道，哦，你就讲台线就好啊，哈、哦。啊有，真济啦哈，咱拢已经讲了惯势啊，哦，讲外省的。因那外省的，啊，咱所做本省嘛是因的其中一省，啊，这拢唔对啦，吼、哦。这思维咱来哪改一下，讲好习惯就好啊。啊，莫讲大陆，你若讲因那边叫做大陆，咱煞变小岛，吼、哦，也嘛唔对哈。迄、哦、边就讲中国就好啊，啊，咱这叫做台湾哈、哦。台湾目前还阁是一个地理名词，因为咱也无脱离日本
成立一个台湾国。啊，正外口听讲，啊，阮是台湾国的。啊，你问讲，啊，恁的建国纪念日对一天，伊绝对讲袂出来。啊嘛，全世界无承认，因为你无经过国际法的这个程序哈。好、啊，那比如讲，咱要安那建立到台湾国有五个程序，咱无民进党也是独派，拢为第一个特别跳去到第五个，中遐过程拢无要照步来，国际袂甲你承认哈。啊，来进入主题了哈。因为今仔这支新的我唔捌用过吼，说会走好嘞。那讲到农业，其实真人也看无起讲啊，即个做农的做事的，其实咱爱尊重这些人，因为咱每一工咱所食的三顿，拢是农产品，吼、哦，经过加工做出来，吼、哦，啊那蔬菜水果吼，迄拢直接生产直接食。啊，食的物件安怎生产出来，咱嘛爱去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真侪人拢认为讲，啊，我着出钱头啊，啊，你甲我种个较水个，啊，伊无咧管讲伊个生产的过程有合乎环保无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来一个一个来先了解啦，吼、哦。水甲农业的关系，台湾用水用上济就是水产，因为水稻是水生植物，啊，所以伊爱用足济水。尤其是幼苗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拢会浸水哈、啊。那么，若无水就无农业了。我常咧讲讲，以前咧讲，阳光、空气、水是生命的三大要素。那么水才重要。哦，咱嘛爱对这个水的环保，啊，比如讲，卖个污染这个水源，啊，因为你的水脑污染，啊，你周边世界生长，真侪会拢伫个水。水稻来的哈，迄、那个稻穗来的。那么，那无水当然就无农业，好啊。包括土地，我是加一个土地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，搁一个土地，好，这是咱土地是咱所有万物生命立基的所在哈。啊，水土保持嘛，足重要哈。迄、那个上帝会设计这些杂草。其实就是要做水土保持，哈。啊，像咱即马是因为布丢啊，做湿愈做愈湿，哦。像阮阿祖迄阵、阿公迄阵，要有十家地，啊，一直做甲愈做愈湿，湿到即马没有啊。就是讲，你若做一段时间无够钱，啊，就去甲农会贷款，啊，若拿袂起，啊，无就卖一块地卖去来还银行，安尼一直卖到无去，哈。啊，那么。这个土地即马拢咧烧耕，啊，政府就要求这个百姓讲，啊，农民讲，啊，无你甲种一挂花花草草，增加这个景观的特色出来，哈、哦。尤其即马花东纵谷啊，种足侪即款，哦，那咧因咧烧耕咧，哈、哦，都拢用这个、啊，政府爱去补助因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是八八风灾，哈、哦，了我翕的。即中央山脉屏东遐吼，伫、哦、南大武山即边遮，即一条一条白白，啊，因为即有光害，我来即个看下，一条一条有差不多四五百条吼，拢、哦、是崩塌地。那么即崩塌地以前拢无发生，就是因为莫拉克风台风迄届来吼、哦，台湾的年降雨率是2150毫米。但是那天两三天里面差不多2000毫米，所以它这个泥土饱和度太大，所以这水已经它水土饱和度吸不住了，所以都崩塌、哦、这一条一条都是好、啊、这是2008年我们南台湾的山林、哦刚好有一个崩塌的所在，啊，我甲翕这相片啦，要表示讲，山顶的树啊，袂使乌白错，袂使乌白乌，吼、哦。你看伊个树啊，树根，迄是断了，断了到差不多三四丈老高，10米至12米中间，哈、哦。你看伊扎根那么深，都还会崩塌，何况日本人
来台湾了，发现咱的山顶有遐济好个鱼露鸡在查，所以伊呐找真济去，吼。但是日本人伊咧找是伫即个腰部即个高度测掉了，啊，测了因为迄丛树啊足大嘛，所以测掉稳造了，迄个变空地，人日本人有保证树苗。中国国民党来了，继续测，伊毋呐测呢，佮甲迄个土根。伊个头乌起来，来做屏风，来做地桌啊！吼、哦，艺术茶桌，啊，伊附加价值给出馆嘛。这个乌嘞，就是咱以后买啊土石流的元凶之一，因为遐根拢烂去，哈、哦。啊，伊干那过错呢，佮无咧种，保证遐幼苗哈、哦。好，啊，讲到这個、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跟咱介同款。边啊，拢有一挂罗马国家，以色列边啊，拢是一挂回教的哦，激进派的国家吼，伫啊，咧跟以色列对抗。啊，以色列是一个沙漠的国家，伊啊足欠水的。啊，所以，尤其65%的水淡水哦，吼，爱靠这个加利利湖来供应。啊，阵咧35%买对来。因就是会发明海水淡化的技术、哦，所以因的海水淡化技术是全世界往那排头名。啊，过来欠半一海水淡化提供25%，欠10%，都把所有的废水个回收过滤了，个再利用、哦、所以因以色列就无欠水，但因管水足贵哦，因的一度水差不多40块。所以一度就一立方米啦哈。那么，咱台湾的一度水才10块呢，所以咱台湾人用水就足量上用，足浪费。那么因以色列嘛是爱生产农产品来饲因以色列家己本身嘛哈，所以因水农业用水，因有政府用干管输送到每个农户的田边。啊，甲斗一个资管，啊斗一个电脑机，哈、哦，你爱用刷卡机来刷卡，甲政府买水，哈、哦，啊因为水足贵，所以因发明这个投资，啊不是滴灌系统，啊、哦、这个好吧，这个植物用滴灌电脑控制，这个植物一天要食偌济水，电脑控制滴给伊食，哈、哦，啊所以你看个滴的头部呢？啊，边拢沙漠拢打打嘛，打就袂发臭。啊，咱台湾好，雨水足少，一阵雨落，哇，杂草丛生。阮的是大人，我做囡仔不止定，哎呦，叫伊割草、丢草、扫残草。啊，寒天伊开春迄第一季的稻作，若拄种种嘞，一月份咧足冷的，迄要跪落要扫残草吼，迄、哦、真正是足痛苦的代志。啊、客家人，我是看因客家人拢女孩子，客家人拢女孩子伫田咧，啊，因较厉害，因举一支雨伞，啊，用脚拉，啊，一波我都学袂啊，嘿，这因的独门功夫，嘿，客家人较巧，因为用脚是一撮啦水浸到身躯尔嘛，啊，闽南是规个跪落，脚手大腿拢了，啊，以前佫有迄个毛旗蚂蟥有无？嘿，树花啊！啊，咧做囡仔咧，又叫嘿，又输掉啊，佫救袂起来吼，哇、哦！哎叫 ，OK。啊，这个以色列就是发明者吼、哦，所以我诶灌溉系统，迄喷头拢嘛用以色列 ，OK。过来，粮食与国家安全，咱台湾目前咱家己粮食自给率。干那32%尔，哦，这介危险嘞！台湾边海的罗马国家，伊若去批评，甲你封锁台湾，甲你宣布讲所有的船只袂使进入台湾周边海域，啊，咱的进口的粮食拢袂当入来，伊甲你布水嘞，有诶无？一寡船都唔入来。啊，咱的战备粮，我讲了战备粮，足贵，应该毋捌听讲战备粮啊。蒋介石来台湾了，一直讲爱储备战备粮，好无？
啊，所以阮去做兵的时，足讽刺的讲，咱甲新收采收起来新的米，再下仓库，甲下好菇，特别歹啊，较摕出来煮哦，咱只兵啊食。有哪？战备粮一定爱下新的入边，当时要用就唔知啊。啊，旧的都哎新米甲下下好菇啊，一直循环嘛，旧的一直摕出来食，啊新的一直下入下好菇伊，佮摕出来食。啊，就无多战备粮食安尼，哈。以前哦，你来看中国历史，中国那咧换朝代拢差不多闹饥荒、水灾哈，闹饥荒安尼，欠粮食哈，水灾啊和旱灾啊拢会饥荒。啊，饥民会变盗匪，啊盗匪来结归群哦，来甲你这个皇帝政府甲你兵掉去哈、啊。所以粮食含国家安全真重要哦，莫小看这个问题。啊，今已经无人咧较无人咧注意这啊。咱人民政府之前吼，咱一定要55%以上的粮食自给率要做到，甚至60%。啊，若美国是120%啊，因粮食拢咧外销嘛，因拢大农大户大农制哈、啊。那么，咱这个粮食哈、啊，以后尤其咱所谓水果啦，还是这个蔬菜哈、啊，咱尽量爱用无毒农药哈，就是讲唔是。就是没有农药残留，好，上少爱做个安尼。有机是咱的大目标，吼，咱的若要做一挂高品质，尤其有机这个物件吼，真无简单做，因为咱即马惯性农法拢用喷农药喷惯死啊。啊，你若无喷农药吼，差不多拢收成拢减少足济啦，因农药虫害虫害弄得农民到尾伊嘛是阁倒来。真侪人不想要做有机，到尾啊失败，阁倒来惯性农法，阁开始普及啊，啊，这足可惜。以后咱有一挂专家，咱来请遐专家来甲咱辅导啦，吼。啊，今年哩做事未趁钱，足侪农民拢废耕，吼，你啊补助，也是租予人去种电，吼，像这做太阳能板发电了，啊，袂予台电安尼，吼，也是这个本来水稻田。予人乌鱼窟啊去饲鱼啊，哈、哦。Okay. 啊，这若讲真正战争发生，啊，这若无已经来战备粮食完啊，啊，这敢有法度跳落来食？这电烤锅我今嘛喙齿完了无解好嘛，煲袂落去。好、哦、，OK。啊，农地小工你看，啊，这若有食完啦，加一挂乔木的种子给你放落。啊乔木的种子，甲你放了变，无几年就结大丛。啊，这伊边啊，伊若阁结几个团，这规片就拢变森林。啊，到迄阵啊，你毋是讲发要阁复耕吼？哦，迄工资大，你无请怪手，这种子些来哦，你无法哩，用人工无法度哦吼。啊，这我那足讽刺的，山顶咧撮树啊，啊好个平地个会当种蔬菜水果个，咧平地造林。或者农业环保，即卖农业若无除药，收成看存差10%啊，哈，甚至搁较低，拢无收。啊，你甲看这三个，敢那无敌铁金刚呢，拢唔惊农业违法，咧除药啊，吼，啊拢无戴口罩，无防护面具，拢无呢。啊，因是直接受害者。啊，这若无照迄个农药的使用的安全期限咧使用。咱间接受害，伊若有农药残留，像最近金敦民这个事件，啊，到底安怎嘛搞不清楚？农政单位无咧甲你验，是因金敦民家己验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要咧火啦吼、哦。这海里啊，这三工就歹去啊，这就是我买啊食不完，啊，又不作砍的。啊，第三天佫发现我，他已经有一粒歹去啊！啊，这咧倒足紧的，这个若无赶紧提去单调，连咪这都拢边啊边啊，几粒落去倒歹，哈！啊，但是这个感冒吼，下30天袂歹呢。我嘛感觉袂记，原来迄个报纸看到我，差不多2礼拜我现着，
无歹，啊无你是当时较要歹，我著一直甲观察，到三十天以后过甲开始歹。啊，你看咱要食对一款，歹对，即个作恶个，伊即农伊为只地头点油啊，迄条感冒拢毒，啊即嘛连虫拢唔敢坏，微生物细菌拢唔敢去甲分解的对吧？啊，表示即作毒个 ，OK。啊，所以咱足济啦，即、這个贸易商啊，是只生意人，足啊发明只毒物件好，互咱食。啊，其实咱差不多呐。五六十岁以上，咱其实咱这几十年来，咱拢咧慢性中毒啦，食这食少尔，吼。啊，像我着因为我对农药介过敏，我若我食着这有农药残留，我头起戆，啊，所以我尽量拢不爱吹哇，吼。好，啊来看这农村甲都市的差距，吼，城乡差距，这白种起了足水的，吼。啊，这拢伫，这拢农社着。这十几年前开始开放农地买卖了，你若买两分半以上，加下两档，你就会当起厝啊。啊，这拢是，这拢毋是那个农民起的哦，农舍不是农民在住的哦。好、哦，不要搞错了，这拢是都市人、有钱人来庄卡买一块地，起一个别庄，做因拜六礼拜、周休二日的。度假的所在，因为后花园，哦，很讽刺，农舍不是农民在住的哈、哦。OK， 啊，真正农村还阁真破败哈，迄、哦、我就无去吧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是安怎，咱拄啊迄农民的哦，台湾人的，即马讲美国甲咱法院甲咱判讲，还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。中国的这个军政府依来台湾用对辣椒，就把咱台湾人饲到大地，饲到今嘛，咱台湾人无多翻身哈。咱一个一个来检讨，第一就是二二八屠杀精英，哈、哦，有在条带领人民来抗争的、抗暴的，就是这精英。但是因蒋介石派因囝蒋经国。首先就来台湾调查台湾各地事情，造民册，利用二八事件，甲这差不多三万人，日本政府开五十年所训练出来差不多三万的精英，有计划屠杀，好，这领导这无去啊。第二个，哦，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，因那里台湾了就开始搬台湾的。不足糖油米盐，吼、哦、啊，煤矿拢运去因中国一半，第二家的落地啊，吼、哦、一半提供因国共内战的资源 ，OK， 吼、哦，台湾四百年来饥荒，伊迄阵啊吼，就造成饥荒啊。第三。大把大地主变作小地主，伊利用啥物耕者有其田、山区有简租，把遐大地主拢变作小地主。大地主伫地方嘛是化水的跟党吼，若要招人来抗暴，我那会使哇。即马就是拢甲你变作小地主，因讲甲做好听，讲好做土地改革。啊，伊奈毋爱住因中国做土地改革。来到台湾，因为这地拢不是因中国人的，所以伊会当安尼乌白甲你分配，甲大地主甲你变作小地主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伊阁欠一撮会当领导抗暴的人呀，哦。啊，搞垮金融，迄个就讲，遐有钱人，甲你四万换一箍，遐生意做生意有钱人，嘛变无钱人啊，哈、哦。你若迄阵你有四千万。四万块一块，千块一块的是你存一千块尔，吼、哦。啊，剩的抓无到的，发现无到的，用白色恐怖来给你翕，吼、哦。你袂使黑白讲的，那黑白讲的讲无下意，国民党听就抓去关绿岛，给你关到生杀无。过、哦、来，
我的敌性反转、身份错误错乱的域名政策的教育。一来跟我们说，哦，台湾讲好啊，你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。我、啊、听个足好个，回归祖国怀抱，咱怎变战胜国呢？啊，迄伫迄阵吼，大家心里拢也是讲，迄阵了解一个人有去读暗俄啊、汉俄啊，吼、哦，有汉私塾的了，还佫足侪人是中国思想，拢想讲日本人是外来，啊，咱台湾人大部分拢登山来，即错误。咱个会头拄我讲个85%的人内底。85%的会是平埔族还是高山这南岛语系这的血统哦。有一句话讲，有登山公无登山嘛，这句嘛唔对哦。连登山公都足少的，那迄阵哪会当来台湾呢？罗汉卡嘛。第一批上济汉人来，就是郑成功带来迄25,000个，好、哦、啊，女眷较少。啊！遐个人查甫个兵、军、个官、甲民，因来一定要娶某，就爱娶咱本地平埔族。因迄阵伫台南地区，迄种西拉雅族个平埔族，吼、哦啊。那么你看迄个混血，第一代50%汉族，50%是原住民，吼、哦。啊，伊个囝呐，佮娶嘛，爱佮娶着原住民的女孩子，佮稀释嘞，剩25%个。汉族的血统，过来就75%啊！愈头汉族的血统愈无，尤其清朝来，把那个明郑王朝消灭了，把人家明郑家人拢搁迁徙等于中国，安尼你看剩偌济中国汉人的血统只足少的嘛，哈、哦！啊，所以咱唔好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嘛，啊，尤其平埔族是母系社会。这妈妈是伫厝诶地位上高，伊甚至也在看招，伊所以讲招翁嘛，哦，平埔族诶拢用招翁诶，迄、那个翁招入来，若无欢喜哦，明仔你这翁出去，伊就甲你物件收收诶，草席啊放来，甲你下到门口，等这个翁回来，伊看了伊物件拢收入门口，伊就知道他被休夫了，伊就爱包啊看咧，爱酸。哦，迄阵母系社会是妈妈是较有权威，这个较有权威的台湾女孩子，伊敢会去看迄罗汉卡，迄像迄乞丐，迄较早迄罗汉卡就讲无搞啊，无所在去的所在，敢会去娶汉去招汉人来做翁？我等于讲伊足缘投的啦，迄个为了爱缘投翁，迄另当别论哈。OK。伫安尼经营，啊，咱台湾人阿公拢死呀，哦，所以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，即句登山讲，即个话也毋对，吼、哦，你好啊，等于舒克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问题是咱的身份拢错乱去啊，咱家己就讲，我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，第一，你敌性反转嘛，吼、哦，本来咱日本的台湾人。跟中国人是相近的，那么现在说变回归祖国了，所以是怎样台湾，我们每一次选举的选举就是很多人又生变中国人了、哦啊、这个身份就错乱了、哦、这个域名教育嘛、啊、就跟他说你去参加选举，像小英这个1月14日，我们只是那天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去到户政署，唔，或个迄个投票所，领迄个选票，伫自由意志之下，你甲登因啊，甲登选票，咱就输呀。第一，你着先承认讲，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嘛，你唔该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参加因的选举嘛。啊，佮伫你自由意志之下，哦，你看2008年，谢中廷输200多万票呢，啊，即个小英输80万票。啊、你甲看，这两场你若甲当作是统独公投来看，外国人咧看恁台湾人，啊，恁台湾人都想要拢恁拢投通牌，要有中国人统的嘛？外国人是安尼甲恁看，啊，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？咱是毋是做唔到代志呀？所以咱进前咱秘书长伫选举前就一直咧鼓吹，
拒绝参加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任何选举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咱安尼一直讲投票，一直选书，等于咧延续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的生命嘛。哎 ，OK。哦，啊，假民主选举，你看，伊无公平嘛，因有东山，啊，咱台湾人无东山呐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。伊用买票的方式，哦，像讲军公教，全台湾上大的教就是军公教，哦，这个教伊就起码控制两三百万票，万票啊，哦，那么台湾人拢看钱看介重，短视，哈，啊，干那小块一个里头，就迄个买收益，一千块就迄个买伊，哈，所以。等于这个选举，你若甲看讲是一百公里咧赛跑，国民党伫五十公里遐，东山摆遐济，吼、哦、啊！伊用国家机器控制国家机器，公务人员来控制，啊，佮黑道拢控制黑道来买票，啊，这无公平的选举嘛，所以这是假民主嘛。只是咧，敢若做外国人看，哦，阮台湾原来有民主选举呢，互人民会当投票呢，哈、哦，这种假哈、哦，啊，就是因为这六招都。把咱台湾人饲到大地啊！哈，我、okay. 来看这个四万多一块，咱为者会当看出讲，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。好、哦，因为你既然要换新的币制，台湾这块土地哪里你拥有主权，你应该爱发行你的中华币啊！美国有美金，法国有法郎，英国有英镑，日本有日元。啊！你若要发行新货币，你太敢若改加几叫做新台币，加这個新，你乃唔敢发你的中华币？有只看咧，你看会出讲，中华民国无拥有台湾的主权，哈、哦、，OK。好，啊，今麦来讲这外来资源，这尤其有两项我真感激的，韩籍加这个反美，这伫建楼。中国国民党来一直咧搜刮台湾的物资的时，台湾人一穷二白。啊，迄阵寡水利设施啦、电力设施拢电线拢嘎嘎，拢去卖掉去吼，无电无水，爱靠这个耐旱的植物吼，番薯加这个番麦，这较耐旱，哦，这救袂少人哦吼。啊，咱就来看，这拢进口的物件，进口的物件叫做外来物种吼。这个番石榴、番茄，啊，这番啊姜，啊，这番薯、番麦、番啊花，哦，这拢进口的。哎，啊，我都伫咧想讲奇怪，啊，那外口来拢叫做番，啊，我本地呢，我哪会用叫番？吼、哦，啊，我是六分熟番，啊，所以我伫咧想，唔对呢。1949年来撤退来遮，遐唔开始翻，阮是在地，吼、哦，伊外来嘛，伊外来政权呐、啊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安尼大家在回想者吼，应该阮袂使讲叫翻啦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过来，即只最近都买入来，普悠玛号吼、哦，啊，明年开始讲要花东线要对走。啊，这网友已经甲号名号好啊！这原来这甲日本买的，所以这原来外来，啊，甲号这名做个听，红面番鸭，番鸭番你看，哦，这外来啊，吼、哦，因为甲日本买的，哦，好 ，OK， 啊，进入咱的另外一个主题，啊，我拢咧种这个加包裹。啊！你讲家包裹无啥人听有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台湾人甲外国合作树葡萄，长在树上的葡萄，一般咱咧讲的葡萄是葡萄藤啊，酸甜的，啊，这是树啊，所以这树葡萄，啊、哦，啊，家包裹是学名啊，咱因为拉丁的学名是 Jabotiaba，Jabo 啊，所以甲出头前迄两音，甲合作家包裹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包裹伊就好处就是讲，伊足好种的。我种三十年啊，吼，三十年开始种，到今我唔捌除过药啊。
啊，你个种个几百，伊自然就差不多发病源病大颗，足整齐，拢毋免去修剪，哦，足成功个，佫拢毋免除药。哦，啊，伊到寒天开春，差不多一礼拜个时间，伊即古叶会落落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差不多一礼拜哦，新叶拢发出来，啊，足翠绿个哈。哦啊，这是乌开要卖啊啦哈！啊，即马有一个新的品系，较大粒要种。你看这籽，这两个就差不多三四倍啊哈！这大粒种的，现在拢头50块以上的银角啊！啊，这细粒种的，差不多拢5块至10块的银角较大粒哈！啊，因为我这里拄啊种差不多6年，可能看明年看会生未哈？我也唔捌食着，我唔捌生唔捌食过的物件，我唔敢撒咧乌白白人哈！啊，树葡萄是我迄阵我种啦，迄阵也无高雄市也无劳工法院，伫迄个大同百货公司头前遐有一个进合作中央公园，较早一个体育馆。每年的十月，因拢底下有一个所谓中华民国光辉十月农特产品特卖会。啊，我底下看咧，哎，你靠个相片，伊用一个相片啊，树葡萄拢生伫树干，吼、哦。我做好好奇，甲买10几丛栽啊，啊买断，啊堪伊交换名片。啊到第十天，伊讲，靠我讲判啥？我要转去家己啊吼，我只还佫300几丛吼，半价卖你。啊，迄阵差不多10公分的栽啊吼，卖我105块，30年前。我那即马甲乘以4倍，差不多600块，即马六百，安是差不多6块啦，600块，哦，足贵哦。啊，我讲我甲买10几丛。啊，剩迄300几丛，伊靠我讲，啊，都半价卖你，80块落啊，啊，落底啊，帮啊，拄啊有，啊无庄家买，戆戆买煞，都戆戆买着呢。迄300丛，我等于正到我袂记啊，我干那叫阮爸爸讲，啊，你都莫要打死伊，啊，莫要炒啊，砍死伊。伊10年拄啊，甲我落两遍肥啊。啊，有一天我等于巡，嗯，奇怪，啊，阮兜都无饲羊啊。啊，附近我知影，阮都无人咧饲羊啊，太专羊啊屎，我惊路外，啊看树仔顶，哇，啊一条一条拢乌掉伫树仔顶，啊有落着花，结果用生甲毋知影，我咧搬来食，吼、哦，夭寿太真好食，吼、哦，我着光叫人来喂忙啊，着喂起，啊我从开始落去，该落去做园艺就是发展这树葡萄，哈、哦，啊，差不多10年前，有6间电视台来甲我采访。啊，我就讲，人咧种埔啊，生菜粿吼，咱漳迄个林永生有讲诶，人咧种埔啊，生菜粿，啊，我种了把它生葡萄，哎，吼、哦，而且花吼，你看，伊为头部就开始开到尾溜去，啊，生嘛同款，为头部生到尾溜去，啊，这花阁足芳诶，伊花芳介于玉兰花。含桂花的综合体，吼、哦，足好片，吼、哦。但是我迄阵种300丛，吼、哦，300几丛，做一解开，奇怪，因这唔拢，因拢唔知安怎通信，我唔知。化开，大家迄工做一开啦。啊，我讲咧，嗯，开始安尼片胖胖，伊开始天开始亮，啊，伊花香开始飘出来。啊，无愈来愈唔对呢，胖到发生什么代志呢？胖到会臭。你绝对唔捌品着讲，迄浓度香到会变臭的，吼、哦，这是我的体验嘛吼。啊，伊这是桃金娘科，伊含鸟巴拉含莲雾是共科的，吼、哦，拢是莲雾。另外，伊莲雾的花嘛是为树干会生出来，啊，伊的花嘛含鸟巴拉花含莲雾的介类似，只是较细粒。啊、哦，这绿色的果实，迄有开始咧变黑吼。哦伊差不多，若开春迄帮花，差不多35号刚好灯乌。迄阵第一届，我第一届灯乌，我就买来食，哇，较酸、较涩、较鸟巴拉味。过来无同时间，我有一挂朋友来，拜班有你遮哩讲鸟巴拉味，拜二班有你遮哩讲雪茄的味，拜三你讲有奶子的味。拢种六个口味，还有百香果，还有山竹。真侪人讲山竹的味甲雪茄的味较侪。Hello， 怎么不会动了？
好，OK。我你话这会使讲三代同堂，有含苞，有开花，有青果的，有色的果，哈。哦，啊这有像树葡萄，真的有像葡萄了哈。啊，伊这跟鸟巴拉同款，伊这树干会烫壳。哦，咱鸟巴拉买烫壳，啊伊买哈。哦，啊这是差不多三分之一段啦，伊做过人诶嘛。哦，你看伊位头部就开始生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我这位中个风土甲翕，哈、哦，翕落来。嘿。哦，啊，这是第三代啊。这树葡萄上少你啊种七八年以上才会生。啊，这是我第一批三十年前的囝的囝，这是第三代啊，哈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生足济啦，这本来都这拢是啊，啊是安怎才会遮准无去？这毋是人爱食尔呢，鸟鼠也爱食，鸟也爱食，连狗也爱食。迄就是我饲一只一零一中国，迄第五店的迄无？啊嘿，啊我拢会要甲饲狗啊，之前我拢先放互伊出去放屎尿，啊本来拢饲两三分钟就。回来要观音巴肚要吃东西，啊，这块起来拢敢那较久，明仔载搁较久，我就甲对，结果就是拢在吃树葡萄。哎、啊，我一只母的，叫做怀孕，一根巴肚才多少斤？哎、欸，啊，你有先几只？十几只，较低啦，先十六只。哦，吃树葡萄才好生呢，夭壽，哎，啊，我看狗母可怜，伊想要倒来，找无位通倒，遐一只遐一只，倒无路，哦啊，我是趁伊足忝的时候，伊走去边仔睏，我甲在算，啊我咧算呢，休发现紧走我来，我三只盘，我一只、两只，啊伊位这边甲我加伊啊，加倒转，啊所以我算半点钟算无。到尾真正等伊咧睏觉，我算哦，原来生十六只。啊，所以若有不孕症的吼，参考看卖，食寡，莫食伤济哦。你莫生一堆吼，我要叫我个豆片，我无法度。来，啊，这破纪录个，这生十一只，啊，唔是啊，生十一个。啊，这个。这唔知道有食猪骨头，我唔知啊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仔。哦，啊？男女都有啊，哎呀，生仔嘞啊，哎 ，OK。啊，好，安尼好，来，啊来看三月樱哈，平，我甲合作平地樱花，因为我若做个樱花啊，我若会去参买哦，买樱花当种。啊，今年开，比方开一百蕊，明年剩五十蕊，后年就差不多年年要死要死啊，过来就再见啦，死啊！伊惊热啦，无到月下。北部咱拢讲越冬，南部爱讲月下，啊、怎么能够度过那个炎热的夏天？因为真侪寒带树啊，到遐热的所在，伊袂堪忍，热死哈。啊，拄啊这个，哎、欸，伫我屏东会开个，开较好，够水。啊，这个种就品种哦。头拄啊，花是开95%以上，啊，这个开只有5%啊，10%呢。吼、哦，这个种就品种，所以品种足重要啊。啊，这啊这有迄、那个《自由时报》跟《民众日报》伊个采访啊。啊了，看着了，啊，因袂使看我的电话主机，拢袂使看。啊，所以有人看了报纸了，就好，一直从来丢酒四界吹四界问。好不容易迄个找到啊，看了我先讲，看了咱只讲，吼、哦，够水的先学了，啊，开始搞面，哎，无恁也无要牵电话主机啊，我找一两天才找到。啊，阮顶礼拜拄啊去阿里山看咱迄个烟花，寒到要死，啊，无你这遐水，吼、
啊，你甲注意看，伊这每一蕊吼，拢敢那兰花，朵朵是兰花。啊，有一个好处就讲，伊花谢了，头一个月后，规个就阁发个种茂密的绿的叶啊出来。哦，啊，夏天就会当带树啊较避凉。哦，都块车拢下伫树啊。哈，啊，即看过倒啊。哈，啊，即国外范例，即可能只用二三十年啊。啊，因为我拄啊种八年尔，所以也无法度开遐大片。哈，但是阁花八年。可能要开比较水啊，哈 ，OK。来个介绍黄金果，哈，这个足高生黄金果哈，咱农技所去新加坡印五张哩吧，还有一张伫高丘，遐田间试验，哈，啊，阮是为啊，迄落提个证来发展的哈，啊，这一张宝藏。在三年前就有甲统计，迄一年拢总生差不多2500粒啦。所以你若种一丛，你著家己食不完啦。吼、哦，你著爱分互亲戚朋友斗食。吼、哦，这种生甲花拢会裂个。啊，因为伊个皮黄色个，啊，阳光照射会发亮，所以甲结合做黄金果、黄金果，会金金啊，台语金金，吼、哦，甘物黄金个金拄啊。吼、哦，即只无啥会听话。啊，黄金果伊个果皮，你用笔甲写，差不多两分钟后，伊个氧化了，迄汁就浮出来。吼、哦，爱当写字吼，爱当含树葡萄夹做伙，甲包做一个小礼包，送予男朋友、女朋友。OK， 嗯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是大粒种个，头拄仔差不多3粒一斤，啊，这大粒种个是一粒就金瓜，但是这烂烂较无遐好食。较无芳气，爱洗了的，较有一个香味哈。好来，我来介绍这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，哈，芒果，哈、啊，这啊我种的这个是草生栽培哈，我这草啊，拢甲保留个，因为啊这我朋友种的，伊就拢甲草啊除甲光光，啊其实红龙果伊是。浅迄、那个沙漠植物哈，浅根植物，你爱留差不多一撮的草啊，甲遮阳，因为所有的根怕阳光，你若一头晒个，伊拢甲你种去土卡落，啊，所以这拢根拢种去土卡落，啊，你若要落肥，伊食无啥会得，除非讲有落雨，还是你有甲喷水，伊个溶解落去较食会得哈。啊，这个，我这草种栽培，你若甲骗啦哈。你若有留差不多一撮草，你甲骗，伊个根拢白白，伫迄个表土顶缘咧酸，啊你肥轻轻啊压，少量多餐，伊拢随食会着啊。OK， 啊我这是无普农药呢，吼、哦，还算不上有机，但是绝对无农药残留，因为我无直接伫顶缘铺药啊。所以啊，这個、所有的水果商家就是东方果实银，伊拢会来甲伊订。啊，我就用迄个诱引灯吼，兴奋落猛，迄类甲掠，甲遐钢个拢掠开。所以加减遐布个，我来去订。吼，啊，外观无介好看，但是我的水果真好食，真有风味。那食了我的红龙果料，因过去别个市啊买，拢买无我这个风味哈。啊，我也无上市，无讲上去果菜市场。我拢是阮太太，伊伫个店，伊敢那伊个朋友来登记，好、哦，比如讲，你买100斤，啊，伊买50斤，安尼登记，照排队。啊，因为伊这火龙果伫阮屏东遐，一年会当生到11摆。啊，有啥物水果一年会生11摆？山药一年一摆，莲藕一年一摆，荔枝一年一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我拢建议，然后来问讲，啊，要种啥物水果？你先去种火龙果。健康会趁钱咩？那红龙果你也袂趁钱，你其他水果拢免种啊。因为你种这一年生一摆，你就袂趁钱啊。你迄种个一年生一摆，变哪趁钱？吼、哦，爱、啊、这個、大细帮啊，比如讲，这帮大帮花会当生1000斤，后一帮就细帮花可能生600斤尔、哦。啊，所以你登记时，有时啊，那一帮花较少个，啊量伤济，我就订单伤济，我就减半斤。你若订100斤个，我就予你50斤安尼吼。哦
这拄啊出来回报吼，啊这，伊这头回报来，头八天会开啦吼，啊这跟迄个昙花一现，迄个同款吼，拢暗时啊开伊时，好暗时啊八点开，到明仔载八点开始写。这个是这个雄雷啊，这子雷，这回温啊落落来，数文完全都一只龙头一根上下哈、哦。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品种，这是无刺的啦哈、哦。这火龙果，本地火龙果，伊这个目拢为咧，哦刺哦足迄，拄开始我咧从手村里都插掉啊。好、哦，啊，你看，你注意看这哈、哦，有含苞的。后青果，后已经一点半了，后壁拢一直对来，十五天一摆，十五天一摆，足拄好诶。你若两个翁仔某去管一家地，吼、哦，足拄好诶。你办无闲诶时，请两个临时工来倒办，吼、哦，足好诶，足拄好用诶，哈、哦。OK， 无通啊，互你伤闲，啊，无通啊，互你伤无闲，哈、哦。OK， 啊，所以即款物件，各种趣味的，我第一个种吼。有迄间买菜啊，买回来，伊甲你切一下，做一边甲做一边，搞不清楚，甲种倒变吼，伊为电源开关落去涂骹，所以要甲种好死嘛，足困难的。嘿，啊，遮可爱水果，遮遮后生，你无种真系艰苦啊，吼。OK。啊，我这吼，鸟鼠也爱食，吼，啊，鸟也爱食。啊！咧，瓜娘嘛做个食，因为我无咧除油啊。伊啉伊嘛会食呢，伊规只拢加落来，哎，无啦，尾下就无生遐济啊。红龙果可能较无遐，养分可能输输不打完。啊，即嘛就讲，有阮太太的朋友咧讲，啊，恁的水果遮歹看，好无？伊嘛食，后摆个，你许瓜娘食个无？瓜娘甲外表拢食掉去。啊，即我嘛办伊卖呢，啊，就用嫌。讲，因为我咧卖吼，我为开始卖一斤四十块，到结束拢四十块。我无管中啥物做红胎水果咧起大价，我不管。你好运，你着你若实在，我算你好运啦。人咧起大价吼。人咧八十块一包，我赶快弄四十块。啊，但是我的就是讲，爱我包装哦，唔是你来拣。我大粒中个小个拢该兰州个安尼卖你。啊，反正就一斤四十，啊五斤两百安尼，吼、哦、一包一包。啊，看你要爱几包 ，OK。啊，伊有一个来嫌嘛，你个遮歹看。我甲阮某，阮某咧甲翻了，我讲你甲讲，伊若爱水个可以。我叫阮翁吼，即逝拢浮油啊吼。迄大量拢作祟诶，迄蛇拢互你。伊听了，好，冇，食完就好啊。咱是要食内容物，咱毋是要食外观，对吧 ？OK。啊，这就是都市人造成咱诶农民下啊愈下愈重。伊个白菜拢袂使有冲动，有冲动伊无爱甲你买。好啊，你无爱有冲动，我著要厝甲好，糖拢毋敢挖。啊，家己要食的，家己留一个，这是咱家己要食的。啊，讲好，因台北人身体作用的，我药啊普较重伊啊，食伊，食食较来中间啦、啊，还是啥物台大咧找无病床，这就是病愈开愈偌紧，啊，急诊室甜一甜，啊，搁找无病床位，就是大家拢慢性中毒了，吼、哦。啊！这种瓜娘只，啊，这瓜娘我个合作，啊，嘿，啊，这做囡仔时，这做这我做囡仔拢嘛捡这咧食，嘿，做囡仔阵无啥物件嘛，无钱通去买菜，啊，早做囡仔都爱家己去溪啊、河鱼啊，吼、哦，啊去掠死虾，个，啊，这我个尊称做农药残留检验师，伊敢食，我太唔敢食。伊食外口，我食内底嘛，安尼好无？公平嘛吼，爱先检验，伊若袂倒了吼，我食应该也袂倒了吼。OK， 啊？
这个我无研究哈。这是做囡仔时代就有这款功能，啊，即马有介只其他的小功能，迄种外来种。哦，是哈、哦，我只在耳机讲是做囡仔时代就有啊。哎，来啊，讲这个罗根梅，这是绿化植物链了哈。这个球的特色就是伊出新绿拢红的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夏天的时候，七八月。我的朋友伊带伊个朋友来参观外园啊，伊讲哦潘先生，啊你个枫叶那会七八月咧红，嘿，我讲你看唔对，我叫做罗根梅，啊伊原来结果，这个镜头只粒无介大粒，啊但是咱若要好食吼，都要等甲伊等乌，但是只要拢等红了，只要就来托伊就食伊啊，所以就爱有迄个拄啊藏伫树下骹吼，等乌啊我较有通啊轮到我食。我、哦、是足好幼鸟树啦，哈、哦！一我遐白通足济，一工到着，拢讲几只个几只，拢巧克力巧克力安尼，拢来食这个果实，啊，甲食我的树葡萄。有一下我咧困中岛，吼、哦，我为白通点来搞食嘛。伊讲，哎、欸，哦，迄、那个也讲台语，哎、啊，因为树葡萄吼，寒天去陪果吼，即马过过来，即阵咧生这吼、個。你甲下哦成熟，麦甲半白落了，啊那开春迄个熟，它会掉下来。啊，这跟澳洲因咧种的葡萄同款，伊拢下哦冬天冻生有无？冻迄个零度，啊，甲这葡萄就拢做好食。啊，我这树葡萄我拢甲留大部分，佫无落来，我甲伊搬来食。哦，有迄树葡萄的酒香有够好食。爱讲我吞中头，迄只。白通安怎叫？伊平常时拢讲巧克力、巧克力、巧克力。结果伊刚讲啦，伊讲伊食几日、醉几日、食几日、醉几日，吃整天、醉整天呐、啊。食几日、醉几日、食几日、醉几日，都爱树葡萄迄落，我下底啊打破哦，有酒味啦。伊讲食几日、醉几日啦、啊。啊，另外一只，伊也要数字啊。伊讲伊食六粒。就算你 rock， 用点老点，就算你 rock， 点老点。好啊，我要去看，我就去买网啊来爬网啊，甲喂个，卖好伊面。哎，展示遐看，我就买遮大空的，伊就飞袂入面。哇，开万几块，搁请两个工人，他砍好了。甲发现讲，啊内底较搁有树，迄、那个拜托搁咧食。我阿好，你。背不出去啊！结果唔知影讲，我惊了，我走我要甲掠吼。伊敢那，甲你看一下，啊凉凉凉凉啊！船是啦，啊像迄李正灿啦，船位个胖，船出着像迄冲天炮，像冲天炮船冲出去。哇！无猜讲，我又被打败了。哎，结果我研究看伊安怎走入去，伊是先跳到网啊顶悬。啊，用像迄钓竿竿啊，阵钓来阵海里边，所以我尾啊，佫开另外佫开万几波，特别细啊网啊，人鱼网啊，吓、啊！哎，哇！啊，讲了迄讲了网啊，佫想我想着，鸟鼠啊嘛，足爱食嘛，啊鸟鼠啊，着爬去树仔顶食食，阵落来树仔头遐乌空，阵秘伫空内底，啊，即嘛蛇着要来食，食鸟鼠啊，结果蛇去撑着网啊，撑掉了。啊！迄个阮大哥发现钓一只蛇，啊！迄蛇头一定是你要食鸟鼠。啊！即马着阮大哥着讲举一支锤啊吼，把迄个蛇头要甲刺咧，啊！叫我位后壁救嘛，伊着救一只，啊！伊着刺，伊小放我救者，伊搁刺咧，搁刺咧，伊若毋要救只头走起来，啊！我操，戆戆啊！着我着讲，戆我救，哦救，哦搁救，搁救。头走出，嗯，那、啊、他也是尾啊。阮哥哥讲，迄边是尾，啊，我这边。伊听着讲尾，嗯，唔对呢。好，我手着放着，我唔爱立定跳，因跳遐远个。好，我跳着有够远个。好，两个着抓笑甲要死。我惊一个有够大个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一只无毒的，笑个。
开讲到位来，啊，都咧讲这台讲位来，好啦，啊，这就是你看啦，出席不离水哈 ，OK， 红花枫林木嘛真水，但是红花枫林木的歹处就是讲，伊花期足短，花开差不多七天就开始落，到第十天就落个清气清气啊，啊，啊无伊是像迄小石足水。哎，啊！这我送，这丛我送伊个。Okay. 啊，咱要安怎种好个水果？这个三要件上重要，第一个爱先有优良的品种，像我种迄、那个，头拄仔咧讲上好种个火龙果，我去共买栽啊。啊，大家拢讲伊个上好，啊，我著甲你买几百支，几百支啊。叫我买八品种，其中有一个上贵个，伊一回头笑二至笑半。卖$250，我想安尼，我甲你买400株，多10万。伊讲无买卖，伊讲安尼上少，讲我的门槛上少爱500位才买卖。哦，姿势摆足悬嘞。我想好啦，你都讲你的上好，因为伊的砍棒，伊做一砍棒，冒一粒足大粒的，差不多斤半。哦，那真正有遐大粒哦，甲你买有迄个价值。结果我买来甲种，第一年迄八个品种做一届。种了了，一样的施肥、浇水管理方式拢同款，就是伊个第上歹只。第二，我甲买一个品种，种出来变5种，后圆个、后长个、后圆个、后时了45度、后时了倒闭个、后乌豆红个、后粉红个，我种一箱、种一篮安尼吼。第一个种嘛，啊，第一个采收送去凤山的迄个国泰市场。你头家看着就皱眉头，啊！你是正规的品种，种一种，迄个介绍都有够歹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迄个是8国联军的我淘汰，啊，尾我就找着头拄我买啊，4万的吼，迄连庄我朋友甲我买吼、哦，因为我迄个地方特长呀，伊前年甲去年迄年，全台湾比赛冠军连庄2年拢摕冠军，甜度啊，好风味吼，啊猎头啊外观。都摕冠军哈，所以品种足重要啊。OK， 都一个比例来讲，金黄的山啊，遮大粒，一粒拢2-3斤以上哈。你若要甲种哦，像土山遐细粒，足困难的对无？啊，你的品种你若讲，你土山啊遮细粒，你要甲种哦，像金黄遮大粒，嘛足困难的。所以品种足大哈。啊，施肥管理就是真侪人。无了解肥料，像阮爸爸因迄代老农民，因真侪人毋知影肥料的三要素是啥，氮磷钾的功能是啥，真侪毋知影。包括即马目前有诶真侪人还是在从事农业吼，啊，即个种水果，伊嘛搞不清楚氮磷钾的作用吼。真侪人敢若赶紧买个较大粒的氮为一粒呀，好像蔬菜，风台鱼咧抢种抢收。所以造成迄个硝酸盐无多转化，因为那风台期拢落雨、乌阴天啊，这个氮肥啊阳光对甘咪背啊，对甘水对转化哈。啊，你无阳光，啊你搁较抢收，伊遐硝酸盐啊袂分解好势，你刮个丧失，盐的硝酸盐拢超量哈。啊，水分管理就是讲，你若这个要生，你爱冻水。哦，像迄个愈合包，早期拢无愈合包，因为愈合包你若无人工去甲处理过，袂生，袂开花。好、哦，啊，即卖有迄个技术啦，就是讲，结果迄个技术是一只虫甲加的，一只助心虫，就是加环状剥皮甲。树皮吃掉啊！如果老剩一树啦，无吃掉，遐要当上水温过。安尼表示讲，就是控制水温，要想者去趴花，去机会，迄花拢开出来，啊，就雕作就过。爱准用人工方式，用机片去甲磕伤，和水脉伤下侪起哩，啊，所以拢开花。所以尾下咱育儿包会都愈来愈侪，就安尼。无较早拢敢那乌叶安尼哈，啊，这就是水温的管理。包括像讲，咱要开花像卡住啦，九重阁种伫迄个台山边啊，无人咧压水。
伫阮屏东开甲足水个，啊，咱家己正林门口个三五只拢甲压水哦，哇，伊无危机意识啊，不时拢有水通个食，所以伊个枝条发甲足茂密个，唔开花。啊，你正伫路边个无甲压水，伊有危机意识，我得用靠打死去啊！我若无赶紧开花结籽传宗接代，我即个种会去别离啊，所以伊会紧张，伊就开花。用这个方式来甲骗，环科的这个方式，包括种莲雾的，嘛是头爱甲讲个脆脆安尼吼，迄嘛是咧控制水分吼、哦。OK， 但是你呐，花来花苞来了，你水得要正常供应啊，无会落花落果吼。啊，那一寡大樟树啊，吼，那拄到咱要开路，也是要去建筑物去翻着，爱个椅子，爱用这工具哈。啊，这传统的就是挖四五年凳，啊，挖好土啊，灰填凳，一个月后佮挖开，就当吊灶，安尼存活率会较悬。其实樟科的植物哈，你若无断根，一个月后煞拢足够死。啊，这树葡萄就较好耍，所以挖较浅的无要紧。啊，这个三月樱哈，三月樱伊的叶啊足多，所以伊咧抽水，伊咧食水足紧的。啊，你若干那捞这条土条水，刚就甲你树打去啊。所以我发明讲捞一条金河出去外口，像迄吸管出去外口输水食安尼哈。啊，这同款，啊，这个是配合有一支树杠出去外口。還有一个滴灌系统有一只过，吊吊这个土条架，啊，这包装好啊，这准备要吊车要来吊走哈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包装方式，这个就是要假肢用的，同行来买去，伊阵吊断了，伊阵凊彩下嘞，边啊土甲砍的安尼，啊人若来看，啊这张好，土背背开去吊，就吊去客户因兜啊哈，这假肢用的。而且三月一年也算新的品种哈，同行的唔捌买过，伊惊讲会死，要求我讲先断根啊，一段时间等伊，好了，来哦，这土甲灰添，啊，等伊有薄新呢，表示讲有哇，有咧叮当啊哈，伊较要吊断哈，啊，再伊个派吊车来吊走哈 ，OK， 直接无啥会听话。我、啊、这就包装好，伊这要外销的哈。啊，啊来讲自动灌溉。好、啊，自动灌溉简介，这个是传统的类比式的，好、啊、多，一个二十四点钟的太麻，编一个十，一定喷十五分哈，编两个就喷三十分。啊，若伤济，啊你要搁微调，这个会当为一分控制到三十五分的款哈。啊这个一定做一微调，是传统的哈。好了，这里微电脑数位控制啊哈，这个是以色列。啊，我较爱这个美国这个伊做的这个真好，就讲一礼拜你拜六分也好，一到七天哈，拢会当控制拜到礼拜，拢会当控制对一天六分。啊，会当分六个区域啊，比如你若有六分地，啊，你甲分六个区域。这个要喷十分钟，要喷五分钟，这个喷三十分钟，在你控制。啊，一天会当喷三次，早时啊一次，下午一次，半暝啊一次，吼、哦，会当控制。啊，过来，再过一个，两天喷一次，这上简单。你个本来两天喷一次，三天喷一次，五天喷一次，啊，就要逐天喷。哦，这足够控制，足够教，甲农民甲讲的拢会晓用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以色列的喷头，以色列，伊设计。啊，申请专利了，授权予台湾的即个塑胶社出来落去制造。吼、哦，咱石化工业，咱塑胶台湾石化工业呐，足发达嘞。但是，一挂化学毒气吼，啊，是即个污染拢流入咱台湾。即、這个澳大利亚嘛，是澳洲啦，哈、哦。澳洲的土地遐阔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在百几倍大，哈、哦。因嘛舍不得污染因呢。遐广阔的土地，伊嘛是作者塑胶工程学的专利，哈、哦，授权来予台湾来生产来代工，啊，咱赚一撮啊代工的费用尔，结果一大堆的污染拢流入咱台湾，哈、
啊，你看以色列用这物件，我用十几年啊，也袂歹，哦。啊，这就是代表讲，人因的国家不管伊大小，因对环保足重视的，因拢舍不得污染台湾的土地。但是咱台湾人家己迄个中国人，迄个掠夺式的心态，应该想讲我要趁钱好啊，污染迄成本我无算在内。咱若把迄个污染的成本算在内，咱拢是做了钱的生意，哈。好啊，那有好的品种的新品种入来，咱爱甲改良，尤其是山啊，上接咧改良的，啊，即爱用着即个工具啦，哈。啊，即马即有一个。日本发明的这石蜡胶膜，这加足方便的，你着甲用切接法吼，伊拄啊这个吼，你甲封起来了，伊若愈合开始好了，开始剥个，伊会直接穿透，吼、哦，直接穿透，你着免阁另外去甲剥吼。你着看伊这接点结束了呢，吼、哦，这是切接法，而、哦、且、啊、古的品种的黄金果接。大粒果的，这一以后生一粒一斤的吼，你看嘞，这就是品种改良。啊，这山啊，山啊，着旧的品种已经种伫土骹，啊，即马阁有新的出来，你着甲，这个先甲记号掉吼，再记掉伊的剥壳细微，啊，较大只接吼。啊，因为咱的石蜡胶膜伊的抗脏力较弱，所以山啊，因为咧大足紧的。你冲一盖落安尼好，你看迄大连咪着一笑，连咪两笑。啊，若风来吹吼，迄石蜡胶膜伊要刻凉去，刻落去。所以咱着爱阁用电气胶布先甲封起来。啊，差不多愈合了啦，发现拢 OK 啊吼，即个甲切落开，无伊个会缩着吼，因为缩着颔棍安尼。OK。好，啊，你若讲技术较歹，一尾内底你甲接两尾，一尾若无，一尾有过，嘛是算成功吼。啊，这旧的品种啦，剥新起来，遐个挂掉，吼、哦、，OK。这远景干灯，吼、哦，这都外红啊，吼，啊，这都三月樱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干灯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啊，我今仔就先讲到这，啊，以后若靠较足的时间，再来甲各位去分享。好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各位。起来，休困十分钟。